们请应海长老为我们当开始。坐了就好了，长老坐了就好了。不要站，坐了，不要站的。诸行无常，是圣变化，圣灭迷矣，净灭为罗，共为同经唐山，历代开山祖师，善人下君老和尚。今天你的出家弟子、在家弟子，大家来的一种恭敬、仰慕的心情，来为你老人家做最后的告别。文公老和尚一生为佛教、为众生尽了最大的责任，也尽到了最大的努力。今天放下了一切的一切，遵照你的遗嘱，要举行海葬。大家利用今天的这一个假日，为你做最后的告别。老和尚精通佛法，了解无价思想，佛法告诉我们最重要的，要体会到西方无常是什么？无常就是世间气象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要相信，相就是负相，信就是爱心。既然一切是无常，在不断的变化，你老了在世界上93年了，在一生当中常常告诉我要珍惜这一切的因缘，因为世间是无常，相互的珍惜，爱惜时间，爱惜空间，如何的去体会到世间的无常。既然是无常，当然就是有生有灭，有来有去，有聚有散，没有一个不变。你老的慈悲没有变，你的待人处事为教为法，告诉我一个人要能给包容。包容是什么呢？包容也就是无所，能给体会到无常无我所的人，他决定能给包容一切。有包容心的人，才能放下自我，才能启发智慧。用这一个放下这个道理告诉我们，要做到既然无常无我，也才能可以体会到世间的无常无我无我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句话，所谓圣灭迷矣，净灭为罗，一般说就是指涅槃。涅槃是什么？涅槃是不生。你老人家放下了一切，
那你这最后的这一趟财力你也放下了，不愿意叫人家请你其他供奉，而放愿送到大西洋来布施一切的水众，这种大愿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了解你在世的时候为众生祈愿，到最后这宝贵的国会你也要放下给水族的众生祈愿。本来涅槃是什么？就是净灭灭已，涅槃即净，涅槃是不生不灭，是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因为铜钱而肉是你一手创造的，你还有这个在座的诸位大弟子们，不管在家出家，把你自己的一志一愿永远的保持铜净，大家一同你得到清净的法身慧命。这所谓是涅槃究竟是什么呢？你的出生确认放下了，你的法身慧命永远永远在我们心里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为什么？你能把你的一切的一切都能分享给你的在家的弟子、出家的弟子，都能够使他们也能够分享你所谓不生不灭最高的智慧、最高的法身慧命。分享是什么呢？你也好，我们凡夫也好，都希望求得所谓真空妙。你不能够放下，你就不知道无常；你不能够了解无常，就不能了解物无所。因为你能够了解无常，也能够做到物无所，所以你的涅槃寂静法身慧命永远永远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是分享给我们后辈。我想释迦牟尼佛也就悟到了这个道理而开悟，也用悟了这个道理去教化众生，使世界上能够了解到无常无，而最后证到真空妙理，也就是不可以不净。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多的矛盾冲突对立，而不能了解无我无我，所以你老学去了，你的言教你的圣教永远永远在我们黑背的幸福当中，学习你，崇拜你，希望把你的一致永远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最后一句又诈无生，生命无常，本不生，我可半拉肯就一心，须知万丈红尘里，仙台花开不证明。好，扎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Amen.
我给你拿下来，我会掉下来。到这个角吧，到这个角哎、欸，封在这个角哎、欸。
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功德圆满。